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节目呢是由公视新闻议题中心 PNN 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以及灿烂时光节目联合制播的视讯跟音频的节目哦。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9:30在公视新闻议题中心 PNN 的网站上面我们会有直播，之后呢会在在这个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以及在灿烂时光的这个网页上面也会有后续的播出。今天要跟大家谈这个议题哦，或许有些朋友知道，但是可能有很多同学不太了解这个议题的它可能的意义跟重要性哦。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到了1997年呢，其实当时的台北市市长呢，曾经一度的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动。那这个举动其实有些人支持，但是也有不少人是对这个举动是有反对的哦。这个当时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废除公娼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哦。那当然这个议题发生之后呢，有些人会从所谓的继权的角度，或是从所谓的新工作者生存权，甚至有些也会从道德的角度来去评价这件事情。可是除了这种所谓的工作权或者是所谓的性权的这个角度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在最近引发的一个，就是一个文蒙楼的这方面的这个古迹方面保留，以及它作为一种所谓的公娼运动非常重要象征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哦，也很多人在关心。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邀请到的是文蒙楼我们今天跟他邀请到的是这个日日春关怀协会的执行长钟君竹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君竹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这个议题恐怕很多人并不是太清楚，可以告诉我们从1997年开始，当时的陈水扁市长在进行这个废公娼运动，当时的一些理由以及后来这个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OK， 好，就是1997年的时候，陈水扁当上就是。1997年的时候，陈水扁在市长任内开始提要废公娼。那这个背景跟脉络，我觉得是因为陈水扁在当年其实是一个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对，好，他其实是民进党里面有机会问鼎总统大位的第一人。所以他其实在市长任内就在想，到底要做什么东西来展现他的魄力。好，所以某种程度他，为了迎合台北城，就是说为了。讨好台北市的中产阶级，所以他就开始大力的扫黄，用扫黄来证明他的魄力。那也在扫黄的这个脉络底下，国民党的议员就问他说：“市长既然扫黄，为什么你还要继续发放公娼的执照？”对，所以在1997年的时候，陈水扁就顺便连公娼都一起废了。可是其实我觉得合法的公娼制度，其实是台湾过去的历史脉络里面，我觉得国家的性治理里面一个也蛮重要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历史再拉远一点来看，其实1949年国民党政府来撤退来台湾了以后，本来有一度是希望就是采取禁娼的政策，对，但是其实后来马上就面对到数十万大军来台湾，到底他们的身心生活怎么安顿，所以后来其实就看到禁娼完全不可行。当年反而是从台北市
作为首善之都，开始提起说，我们需要工厂。所以当时在国民党政府到台湾之后，其实就有这样的一种规划跟建制嘛。对，就是一开始有一度是要采取进仓，但是后来发现进仓不可行，所以台北市带头开始说，我需要工厂制度。好，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台湾省公布了这个工厂的管理办法。那我觉得，很现实的，就是说当时的岛内的性别比例是很失衡的一个状况，所以有了工厂制度，一方面是可以安顿这些几十万大军的身心，那另一方面在公共卫生的管理和治理上面也比较有一个凭据，所以等于这个合法的工厂的制度一直延续了40-50年。好，那到了陈水扁的手上开始要进行废除的时候，那当然就引来这一群底层的妇女非常非常大的反弹，因为对这些性工作者来说，这个我的工作其实是过去国家允许的，而且是也有所谓的执照，对，而且也有所谓的执照，而且我每个礼拜也都接受性病检查，对，那我在这里靠这个工作生活生存了这么久，你国家怎么可以在一夕之间，当年几乎是在没几乎一开始是在没有任何就是辅导转业的配套措施，几乎在没有什么配套措施的状况底下就把我的工作给拿掉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当时陈水扁市长在做废娼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没有提出相关的措施吗？还是一开始的规划其实并没有这个部分的？对，就是他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就几乎是没有配套的这个部分，其实严格来说是陈水扁在做之前，当年的陈局是社会局长那社会局长还派社工去做调查，那其实这些性工作者都表示说没有办法接受废娼，如果真的要废，应该先给缓冲2年。其实当年这些工娼在接受社工调查的时候都有很清楚表明这一点，对，但是其实在我认为啦，是在某一种就是说市长当年急于的展现他的魄力，而且我认为当年在的政治评估里面可能没有料到这群这么底层这么边缘的女人会站出来反弹说国家怎么可以造成我失业。对，可能对当时的政府来讲，这一群人只是一群边缘者，然后可能也是一群无力者，那没想到这个后面的反弹是这么大的。对，就当年陈菊其实甚至都还在废娼的时候投书说废娼是为他们的生命开另一扇窗，还展现的就是说废娼其实是为了他们好，其实是为了让他们可以从良，可以转业，可以怎么怎么样。对，但是我认为后来的这17年历史其实很清楚的看见，因为废娼17年以来其实继续从事私娼的人就有60-70%，那大概只有20%是退休，那还有1%的人我觉得是连做私娼都没有办法，有的人瘫痪了，有的人自杀了，对，光是我们知道已经夺走生命的人就有3个姐妹，所以我觉得就说这样一个政府以为对你的善意，对，但实际上却是国家直接造成这些工娼失业，国家就剥夺了你原来可以合法工作的这个执照，对。但在这部分刚刚有提到说有60%左右的原来的工娼他后来是成为私娼，从事继续成为这个私娼的工作。那在这里面其实会有一个比较有我觉得蛮重要，就是说那为什么他们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不去做正当的工作，或者说为什么政府不让他们去做所谓的转业，或者是让他们有一个所谓的挂号，所谓的正常的工作呢？我觉得对，这的确是大家常常有的迷思，但是我觉得两件事情还是要拆开来看，就是说辅导转业跟强制转业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如果今天国家要提供给底层的人民更多的就业的选择，更多社会福利，更多的不同的出路，我完全赞成。可是强制转业是说我今天剥夺了你的工作，你日后永远不可以回到你的老本行。我们能够想象今天一个譬如说当了几十年的护士，你跟他说明天以后护士这个行业是非法的了，你再也不可以来这边工作，对，你一定要强制转业，转业才是对你最好的，对，就说所以在这种状况里面，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这种我觉得强制转业的问题当然就在于我们很这个社会上很多人一生当中也经验过说我想要换另一个更好的跑道，也会在很多资源本钱存够的时候我去试试看，可能从
可能从一般受雇者变成是创业去做老板。可是我们也都知道说你去寻求另一个工作没有那么容易，你可能碰壁了，你又会回来想要继续从事你的老本行、嗯、可是当年的费昌就是不准你继续回头从事你的老本行、嗯、它是一个强制转业的概念、嗯、对，所以我认为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姐妹试过，对、嗯、想要去找寻不同的工作、嗯、或者试过就是去做小生意但是失败了， 对，所以我觉得问题比较是在于说我们今天一个比较进步的政府，好，你为什么不能够一边提供各式各样的就业的资源、社会福利资源，但是你一边仍然保障已经进入性工作这个行业的人、嗯嗯、保障他的工作环境是一个自主劳动的环境呢？ 对，这两件事情我认为并不冲突、嗯、对，但是如果你今天的心态是我要强制转业，你原来的本行就是不对，你原来的本行就是有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才会发生问题，因为这个社会现实里面就是有这么多人需要这个行业，而且我也认为这个行业并没有受害人、嗯、对，这个行业很多时候都在承担我们这个社会上非常多人的苦闷，没错，非常多人的辛苦、嗯、对，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行业本质上面它应该要被废除、嗯嗯、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多年里面其实是我觉得当看到有些姐妹她连转业都没有办法，然后到最后要搞到瘫痪、嗯、搞到自杀的时候、嗯、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嗯、因为这个费昌的政策是可以这么轻易的、嗯哦、就是剥夺一个人的，就是当你剥夺他的生计的时候其实你是剥夺了他的命。嗯，而且这样的一个剥夺的过程、哦、其实就像你刚刚提到说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所谓的买春的这样的行为基本上来讲是没有受害者、嗯、而且是在彼此之间同意的状况之下他们所进行的你说交易也好或是行为也好、哦、可是我们的政府去禁止这件事情其实是给了一个道德上面的印记嘛，这个他告诉你说这个道德上面是不允许的，或者所谓的社会大众里面它是不允许的，所以这其实有点荒谬，这一开始的时候就哎 OK 啊，你们去做某种的社会服务啊、哦嗯，然后你们去承担了某种国家里面他必须要解决这些大量的军人他们的需要的问题，可是最后突然间因为一个道德的帽子就扣在你的身上，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很难以接受的事情、哦、特别是当你是这个当事人，那可是这个道德的印记其实我们有没有所谓的转换的这种所谓的可能性啊，就是说例如说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文盟楼、嗯、那这其实也就是在一个所谓的道德，那这个道德其实哎真的是这样子吗？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所谓文盟楼这样的一个房子的出现，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工商品或是日春其实包括过去也帮忙做了一些所谓的文创产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转换，一方面跟就业有关，那在就业之外其实你们想要去创造什么样意义，或者是你要让大家社会大众了解什么样的事情呢？对，我觉得老师刚刚讲的蛮好，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和这一群性工作者同行的过程里面、嗯、觉得他们身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力量、嗯哦、那这些力量是过去因为在道德的印记底下我觉得社会比较不容易感觉到的、嗯哦、比方说我们在费昌、哦、在台北市费昌后来工商走入历史了以后，对，我们就开始积极的运用娼馆的空间、嗯来办各式各样的娼妓文化的活动，对，那这里面包括我们在餐馆里面可能包括放映纪录片，然后或者包括做摄影展，或者让性工作者自己来导览，那这过程里面我觉得就会发生很多有趣的元素、嗯、好，比方说比方说护校的老师他就带着一群护士学生好来听阿姨们导览、嗯嗯、那在那过程里面对这个护校老师来说好他觉得有意义的地方是其实很多时候护士是第一线的要经验到很多长期的病患 yeah, 在他们面前其实是会出现某一种性的需求、嗯哦、就说如果有的病患他在医院里面住了一个月两个月好其实有的时候会也那种苦闷护士是第一线看到，所以有的时候护士会经验到某种好像是性骚扰的东西、嗯、但其实是这些病患他可能就在医院里面他就很需要有一个空间可以处理他的性的问题， 对,、嗯、对，那但是这些护士就是常常在经验第一线的时候不见得有
有那个理解，好，可以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对，那所以对护校来说，他们会觉得哎，来听阿姨们导览，其实会让他们增长了一种视野，就是说对人们来说那个性的需求是什么意思。对，那这样的，所以 我觉得某种程度反而会增加了这些护士们在第一线面对的时候，他不至于只是用性骚扰来把这些病患的行为就是隔离、好排开。对，他们反而可以有更多的同理，然后也去想说到底就是在他的职场里面还可以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然后也包括身心障碍者，就说这十几年来我觉得也有一些身心障碍者因为接触了性工作这个议题，也才让他们比较有机会从过去身心障碍者只能谈社会福利的权利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里面比较再解放出来一点点，就说他们开始比较有空间，就是可以讨论他们自己身上的性的需求。对，那我觉得对身心障碍者来说这也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一般的人大家都不会想到这件事情，特别是包括谈到的所谓身心障碍者他们在性的需求，或者是我们谈到身心障碍者大概就是所谓的社会福利例如说他的保险他的医疗或者是所谓无障碍空间，可是他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更底层或是更内在的一种性的需求也好，或所谓心理上的需求也好，其实如果不是透过这个过程，我们是很难理解。包括你刚刚谈到的这些护校的学生，他们恐怕怎么去理解所谓的在职场里面有关于性或者所谓性骚扰，或者是这些病人各式各样的需求这件事情，得要在那个更贴切的环境当中，或是更进入到那个所谓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当中，恐怕他才比较能够知道那文蒙楼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故事？文蒙楼到底什么样意义？文蒙楼以及他最近面临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待会在休息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君主再聊这个话题。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会客室呢，是由公视新闻议题中心 PNN 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以及灿烂时光节目联合制播的一个视讯跟视频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9:30在公视新闻议题中心 PNN 的网站上面会直播，之后呢会在公库以及在灿烂时光的网页上面会播出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其实可能大部分都不太会去注意到的一个议题除了在我们上段节目谈到台湾在台北市的这个所谓的废工娼的这个历史之外，其实在废工娼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文化运动，或者是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性权的运动，或者是很多的工作权运动，其实也随着这个废娼的这件事情的慢慢的这种所谓的兴起，也拉出了各种不同的面向，也有更多的东西来值得我们关注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谈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非常具有文化意义的文蒙楼，他们其实面临到一个新的生存上面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日日春关怀协会的执行长钟君主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君主你好。主持人好。
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谈到说，这个文蒙楼其实在整个的祭权运动上面，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角色。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特别是刚刚谈到了，包括像这个护士的学生，还有像这个身心障碍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于所谓的性这件事情，或者所谓对性权利这件事情，或是性需求这东西，会有一种不同的需要，或是这种体会，甚至他可以敢讲出来哦。我觉得这大概是在一个比较泛道德的社会当中，长期性被压抑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或是类似的这种在文化上面，它可以展现出这种所谓的文化的动能的这种你们的遇到的一些情形跟经验呢？我觉得还有一群人也非常重要，就是性工作者的儿女们，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开始使用餐馆来举办文化活动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说这个空间，这个餐馆的空间，它放在整个社会的空间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魔力的空间。就是说这个空间里面，它其实可以让来参观的人，在第一次的时候就可以卸下他的心房，然后再跟我聊说，其实他的母亲过去也从事过这样的行业，但是过去可能在家里面没有办法谈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很丢脸嘛。对，可能他从小就是一来妈妈没有办法正面的跟他谈工作，然后可能他从小从其他的家人，比如说奶奶或爷爷那边听到的某一种是可能是负面的评价，或者是他可能看到妈妈和其他男人合照的照片，心里会有很多的纠结，或是不舒服的地方，对，就是没有办法理解说，妈妈到底是在做什么。可是他其实是因为来了日春，因为看到这些性工作者们自己站出来说话，才开始让他去一点一滴的去拼凑，妈妈的劳动可能是怎么样，然后甚至让他比较，他可以带日春的书跟 CD 回家，然后故意摆在家里面一个比较显目的妈妈可能会看到的地方，他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跟妈妈传达说他其实是没有看不起妈妈，认同的一种爱，对，然后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慢慢的跟妈妈靠近，慢慢的营造一种氛围，让妈妈比较可以愿意放松的来多谈一点他所经验的劳动。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故事其实是都会让我有一种体会，就是说其实过去因为性工作者他的确在体制里面就是被排除的，国家虽然在过去的年代里面有过少少的一批工娼，对，但是其实演变到目前，其实整个台湾的性交易都是非法的了。那在非法的状况底下，性工作等于是完全不被承认的劳动，那更遑论他的家人们。可是性工作者又是在整个社会上面，我觉得至少占5万-10万的劳动的人口。所以他养活的一家子绝对不会少。对，可是这些家人们到底，甚至他有时候就是家里的唯一支柱啊。就很多性工作者，我们常常说，就是每一次什么八八风灾、赈灾，这次气爆完，我不确定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们之前其实是会一再的经验到说，当这些天灾人祸来的时候，然后当政府没有办法去解决后面的失业问题的时候，每一次风灾完，街头又会多出现一个，没错，性工作者。那为了得要自立自强的来承受，用他等于是用这个工作来弥补整个社会体制的漏洞的时候，对，他靠了自己来承担。对，那可是在这种状况底下，很多儿女们不见得有机会能够理解，对，妈妈到底在从事什么样的劳动。那我觉得也是过去，我觉得文蒙楼作为从工商自救会的会馆，然后到后来变成我们娼妓文化去污名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基地，对，我觉得它的很重要的意涵其实是让被社会排除的人有机会去重新回头的肯认自己的劳动，妈妈的劳动，然后再到包括同性恋的跨性别的朋友，其实也有很多人受到性工作者挺身而出的这个力量。因为在过去他们的性向也会被社会不认同，也会被认为社会认为是变态的、异常的。那可是当他们看到连性工作者都可以挺身而出的时候，我觉得也让这些跨性别的朋友其实是可以
在阿姨身上寻找到一种力量，让他们的这个出现可以更有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哦。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或是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主体，其实他必须相当程度的去摆脱这个社会加于他的印记，而这个印记常常是我们会学着从别人的角度、别人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所以如果当我们别人歧视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可能也会某种程度是自我歧视。对，所以像我自己在研究精神障碍的一段时间，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精障的朋友，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用别人看待他的方式来活下去的。可是当我们可以去肯认自己，或是觉得我就是工娼，或者是我妈妈就是那说话，那所以那个外在的那个压力，或是那个外在的印记，他才有可能有挪开的可能性，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然后变成是一个平等的人。或是我跟别人其实我们就是一样的人啊，我们有什么好丢脸，我们有什么好害羞的，那我们都是可以平起平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所谓的 empower， 或者从一种人的力量的，或是整个主体的转化的过程哦。不过虽然文蒙罗他其实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意义，或者是他其实也承担了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责任也好，或者是他能够去发挥这么大的功能也好，但是他最近似乎面临到的一个在生存上面的一些问题吗？是，就是文蒙楼近期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台北市其实这几年我觉得都更四起，对，那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我觉得在面对经济不就是无法提振的状况底下，就是政府等于是带头用都更、带头用炒房这种方式来所谓的挽救经济，对，所以文蒙楼目前也碰到了一个都更的危机。那简单的说就是在都更里面，现在因为大量的腐烂的发放所谓的都更的奖励，容积奖励，对，所以古迹也成为了发放容积奖励的一个名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蒙楼，它虽然已经是古迹了，好，但是它还是可以买卖，甚至它现在已经是台北市第一起私人古迹要遭到都更的案例。所以它是一个私人的产权的房子。这有一点点复杂，它的屋子是私人的，但是它的地其实是台湾银行的。哦，是台银的。对，那所以这边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是，在都更里面，公有地是一律要无条件参与都更的，所以不管它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吗？就是说，在我们的法律里面非常奇怪，公有地是一律应参与都更，所以好，所以话说是三年前，有一个屋主叫有一个投资客叫林立平，他买下了文蒙楼这个屋子。那他买下文蒙楼这个屋子的时候，他其实就是看上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台银会在都更里面卖地。所以他买下这个屋，其实是为了取得将来买地的优先承购权。他就是企图要在都更里面把台银这块地买下来。来参与都更，这是所以引发他买文蒙楼屋的有两个诱因。第一个就是公有地会在都更里面卖掉地，对，可以让他变成地主，然后再去参加都更。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古迹会有容积奖励，所以那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被建商划下来，变成一个都更的地区，然后在这个地方目前也有大概70%-80%的地主，是对都更是乐见其成的，对，所以他其实也企图用这个文蒙楼在都更里面可以谋取更多的暴利，他花330万买下这房子，但他企图的获利在3000万以上，也就是说等于在3-5年的都更之内，他就可以获得暴利将近10倍，或超过10倍以上，对。那他对现有的文蒙楼会有什么影响？会被拆掉吗？还是说他原本文蒙楼应该要做的、可以做的事情，他就不做了呢？好，我们在他在这个林立平身上看到的是说，他买下这个房子，他因为他想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在这里面赚到房地产，对，所以古迹就变成他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他买下房子之后，很荒谬的是，他做第一个决定就是要赶走日日春，就是不愿意继续再承租给日日春，不愿意让性工作者继续在里面导览说故事。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前期过去这3年来一直在跟他提说，其实你要赚钱
跟继续让日日春在这边经营古迹是不违背的事情，而且其实说不定会更赚钱嘛。对，就是说我觉得那个气氛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你现在所赚到的暴利、都是来自于过去工厂所创造出来的古迹，是来自纪运所创造出来的公共财，就是别人的生命所累积出来的一个利益嘛。对，如果没有工厂抗争，这个房子根本不会变古迹。你用了我们抗争出来的房子拿去牟利，然后你还要把我们一脚踢开，可是还不愿意继续再就是为这个公共财多做一点事，而变成让它变成纯粹牟利的工具。可是从在一个做生意的立场来讲，让日日春留下来，或是让这些故事继续留下来，或者是让活生生的人在里面导览，或者是回到他原来那种所谓的古迹，或是那个所谓的过去的文化意义，不是比较好赚钱吗？如果从纯粹利益，那他不同意吗？还是说，对，就是林丽萍她的状况就是她其实完全不同意，她完全没有要往这个方向、那我认为是她的着眼点并不是经营这个古迹的价值、对，她的着眼点是说，因为她其实过去就是开容积公司，到现在也在开不动产公司，她其实做的容积买卖跟她名下房地产非常非常的多，那所以我认为她的着眼点就是把古迹换成容积、把容积换成钱、对，但是他并没有意愿要去经营维护这个地方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他其实是一直玩两手策略，好，就是说他一手说哎，我可以无偿借用给公众，可是他另外一手马上就说他上个月他今年四月的时候还说过一次他要无偿借用给公众、可是他五月的时候又再度发文要日春搬家、对，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言行是非常不一致的，就让人有点错乱。对对对、然后他一直说他是要为了他买古迹是为了发心维护这个古迹、对，可是我们又看到说他实际上都完拒绝不出席文化局的协调会、然后好不容易出席了文化部的协调会、他又说哎、不要跟我谈古迹的维护，我想听的是容积怎么赚钱、不过这不是文化部要做的事啊对，可所以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恐怖，就是说哎、我因为其实按照法规的话，古迹在移转之前都会先通知文化局、文化局是有优先承购权的、也就是说三年前的买卖，如果前屋主在卖给林丽萍的时候通知 他有通知文化局，如果文化局当时有严加审查这个买客的背景的话、其实文化局是大可以把它就是行使优先承购权自己把它买下来的、但文化局没有行使优先承购权、也没有查这个屋主的任何背景，然后屋主现在买了三年他才来要求屋主要提管理维护计划，那我觉得在这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的文化局的行动是消极的，是并没有对于台北市就已经要有一个私人古迹被纳入都更了，文化局没有善尽更多的保护的职责，反而真的就让文梦楼变得很像一个就是肥羊然后被二郎绑架这样子、不过这也蛮有趣的啊，前一阵子宝斗里被拆，我们看到文化局局长他也是非常的大声疾呼，然后声嘶力竭，非常非常愤怒，可是这又是一个类似的一个例子。 你觉得文化局他可以做什么，或是他应该做什么呢？其实在我们现在有的文化资产保存法里面就有规定说，如果今天所有人因为管理不当好、而使得这个古迹的价值有减损之余的话、文化局可以要求所有权人要限期改善、那如果没有限期改善，文化局依法就可以接管、甚至是强制征收、对，那我们认为在文梦楼案子里面暴露出来最核心的问题是私人产权到底可不可以凌驾古迹的公共性。一个私人产权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只因为他有钱买下了这个房子，他有了这个所有权，他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吗？他毕竟是古迹，毕竟是公共财。对，那我们是认为文化局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要以过去这三年来已经非常清楚这个屋主是不适任的这个状况下、其实文化局应该要启动征收的程序。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文化局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嗯，我想这一阵子日日春其实或者关心这些文盟楼或者关心这个工商的朋友，其实也有一连串的这个抗争嘛。那我想这个故事其实还会继续的往前走啊。当然，我们从一个所谓的一个文化古迹，或者是刚刚谈到的这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历史或是文化的价值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保存的必要性，其实我想是不言可喻的哦。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也可以更加来关心这个议题，毕竟这是在台湾的这种所谓文化史上，或者在台湾的性别运动史上，或是一个都市发展、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个特别要让我们去关注的一个议题。今天非常谢谢君竹来接受我们访问，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跟你继续聊这个话题。谢谢，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天空的眼泪洗过了世界，还来不及发现。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心中的黑暗掩盖了希望，忘记要相信生命的动力。